好，足球迷要看过来了，好消息要告诉您哦。目前正在进行的欧洲冠军杯呢，其实在中视的频道也看得到。第一场是要给球迷看到的是八强第二轮赛，是由英超传统强队切尔西出战了法甲的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。大战在斯坦福桥的球场展开了争夺，蓝军两中横梁，这个切尔西中场2-0战胜了巴黎的圣日耳曼，而许尔勒呢是替补出场，先拔头筹夺得了一分。同场是替补出场的登巴，也在第87分钟的时候踢入了这个拉开的比分进球。